区非遗办主办，上海昆剧团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的推广普及演出现在开始。我想在今天，昆曲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所知道，这门艺术距今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落户上海也有400多年了。当初啊，它最早就是落户在黄浦区豫园啊。昆曲被称之为百戏之祖，主要是它为后世的戏曲立了规矩、规定和规范，主要就表现在它的家门生旦净末丑、它的表演首演身法步等诸多城市化体系当中。那么今天第一出给大家带来的片段是《牡丹亭》中的寻梦片段。这个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杜丽娘在经过游园一番梦境之后，重新又回到了那座花园，寻找回味梦中的景象。杜丽娘由上海昆剧团优秀的青年闺门旦演员汪思雅扮演，伴奏上海昆剧团乐队，司笛张思伟，司鼓高俊，请欣赏。
不过总体来讲，这个价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今年说是排了一个特别奖金，到这来就奖金到这奖。压力就是这个脚尖可以吸呀，不要容易跌啊！不要压力去，不要压力去。
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支曲子《水调歌头》，作者北宋的苏东坡，伴奏上海昆剧团乐师朱明老师，演唱无双。丙辰中秋，欢迎达大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摆脱于这样的流行歌曲，而演变成了一种戏曲的文化。那么在昆曲的文化当中，不仅仅是有谈情说爱，它也有着家国的情怀。那么接下来这一出《宝剑记夜奔》讲述的就是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豹子头林冲，在被高俅屡次陷害之后，亦不得已火烧草料场，连夜投奔梁山的故事。这一路上的唱段身段表现的都是一个英雄无奈的情感。演出林冲的是由上海昆剧团优秀的青年武生演员贾哲，伴奏上海昆剧团乐队，有请。
谢夏哲。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片段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昆剧载歌载舞的一种力度啊。这首曲子他唱的是新水令一套，被称之为双调，就被称之为间节鸡鸟。间曲格渐硕，节曲速快捷，鸡曲风激烈，鸟曲韵袅袅。不仅要照顾到这样的唱腔，它还有诸多的身段动作，这些动作都是要从小加强训练才能够在舞台上展示的。尤其我要在这儿介绍的是勒头啊，这个是我们所有演员人人都要经过的一道关口，很苦，因为勒头很痛，在台上有的时候痛的都会吐。我们只是为了确保所有的翻腾动作帽子不掉，单指这一功我们真的就练了很多年。不要再说他身上有那么多的零零碎碎啊，这些都是阻碍他动作的，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演员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好，谢谢贾哲。刚才一曲英雄末路，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散板的曲子，讲的是一个常年客途在外的游子，在某一个秋雨的夜晚，他想家了。北宋词人张继写下了这一首《疏帘淡月》，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节。那么为我古琴伴奏的是上海昆剧团的乐师陈月婷老师。悠悠岁月如天。
上班没下场。冰山归心千里，母亲说爱情是一大主题，尤其是这个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那么下面这一个片段就选自于明代高廉的著作《玉簪记》当中的一折情挑，讲述的是女子程妙长因为兵乱不得不避宿在尼姑庵，尼姑庵的庵主他的侄子又恰巧投宿在这个安观寺院，一个本来就不是真的要出家，还有一个是青年的才俊，他们俩眼神一交流，那便有了那一个月明云淡的夜晚。为大家表演攀比症的是上海昆剧团青年的小生演员倪徐浩，灰蒙蛋青年演员张丽扮演陈妙长，伴奏上海昆剧团乐队，有请。Oh, yeah.
减肥了，我们啊，要减肥了，要成了，啊，成了。徐浩和张丽带来的这一段表演，大家看见了，同样是这个男性角色啊，我们的这个风流俊雅的小生的表演和我们武生的表演就截然不同，他们所训练的功法也完全不一样，但是都是要经过这个多少年的苦练实践才能够达到的啊。我前面说了，这个昆曲它是最古老的音乐剧，因为它的音乐是中国正统的歌曲一路发展下来的。当然了，在历朝历代的这个转换当中，音乐也是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发展的。那么据考证呢，说是留存至今最古老的能够被翻译的曲谱是宋代词人姜夔的几支自制的古琴谱啊。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所演唱的便是姜夔的词作《暗香》，当然我唱的不可能是《白石道人歌》当中所记载的谱子，还是明清时节的南北曲的曲风。为我伴奏的是上海昆剧团乐队乐师杨胜仪老师。辛亥之冬，雨载雪夜石湖，只及月受减所惧，且争心声。作此曲石湖把玩不已，十二季一袭之，因皆写晚，乃明之曰暗香。
演员、乐队，有请各位，有请。汪思雅、倪徐浩、张丽、贾哲、高俊、张思伟、翁伟伟、陈月婷、朱明、杨胜仪。那么，这么一场精致短小的演出就进行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这三天来的最后一场。谢谢各位观众的相陪相伴，也欢迎大家发微博的发微博，刷朋友圈的刷朋友圈。现代社会推广传统艺术，我们要有现代的能力。谢谢大家，谢谢，辛苦，辛苦，辛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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